18。成都日报：我市应急水源工程完成今年蓄水。2015年7月18日6时40分，要闻01 HTTP 冒号双斜线 CDRB dot news SC dot org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8斜线 content 下划线2223166 dot HTM。 记者胡清：夏日炎炎，我市进入用水高峰期，假如在高温天气，我市供水出现问题，市民该怎么办？不用着急。记者昨日从都江堰市水务局获